这个提亲上来他是有目的的，就是来藏盖地的。是，嗯，这边换防了，球上线的机会，看谢志杰能不能把握住。上来就有啊，图芬好机会，又是大突围，有没有续上？漂亮。这个开场以后啊，我觉得有关于谢志杰的使用上，现在就不要指导。让盖利，让盖利休息一下。今天这个双外援确实不能一直在场上。嗯，对，大赢物，小谢往里边突一个，利用脚步，哎呦，谢志杰真敢打，真好啊！对，我说松弛，连续的突破分球，尤其现在四节七人次的这种情况下，你如果是队里少扔一个内线外援，好球！哇，谢志杰真敢打，是刚才那次突破没打进，这就看谁先把心里的包袱给放下。是。这球不能是谢志杰，不能那么直接给啊！谢志杰自己要三分，好球！好家伙，一场比赛让大家真的看到了今年的状元谢志杰到底在外线有多松弛。是，又是中路连西班牙的一个背挡塞，就被掩护了。好球！来，克里斯，二加一，好球！两分打进，还有加罚。但是你看前面谁给造的机会？谢志杰。哦，克里斯今天30分15篮板了。可以啊，你这绝对是一个标准的高水平外援一表。对，你就这样，你一场你投25个、投30个都没问题。是，又是小谢的抢断以后的上篮，越打越自信了。今天的 X 因素。对。